不是少女时代的成员润娥吗？好美哦！不过她是跟谁在大玩自拍呀、啊？台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H Planet 代言人允儿。你们等我好久了吧？今天见到你们，我也很开心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期待下一次的相见。润娥用华文打招呼，哎，那粉丝们当然也要用韩文跟润娥告白一下啦。好开心啊呀！我也。我也爱你吗？听润娥用华文说爱你还不满足吗？那这个韩文的撒娇告白颂已经让你融化。粉丝们许久不见小鹿女神，一定有好多话想跟她说的吧？多多来台湾，少女时代多多来台湾，赶快来台湾开演唱会。我很想你。小鹿你好棒！小鹿好漂亮。我也爱你们。报道。